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10月30日，生命记11章26到27节安尼讲：看，我今天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的面前。恁若趁耶和华恁上帝诫命，我今日所命令恁的，就是祝福。三个来祈祷，将祝福甲咒诅摆伫阮面前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，和万行物在你的眷顾下面，得到丰盛的稳定，的创造主。主啊，你是心思万类无比的疼痛，甲无比的福气，会阻碍天平。你将活命的气息分伫人的内面，予阮真多有你信心同在的人，伫各样的事顶面。予阮会通知影，阮着怎样有智慧来行？主啊，今仔日你将祝福甲咒诅摆伫阮的面前，予阮通做有智慧的选择，就是阮若趁你的耶和华，阮上帝的诫命，就是你今仔日所命令阮来尊探的，就是祝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